字头。在下崇公道，就在这洪洞县当差，因我嘞上了几岁年纪，为人又很老成，因此太爷命我代管女监，今有案院大人在省中下马，太爷命我将苏三借往太原复审。天儿不早了，监中走走。官事官办，到了，挑开挑开，做监的吧？什么做监的？我来了。上差老爷到了，您请进，您请进。嘿，来喽。您老好啊。我好。老伙计你好啊。我好我好，您可老没来了。可不嘛。您坐您坐您坐。哎，坐着坐着。今天您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提股差事。提谁呀？我说你这儿有个苏三呐。有个苏三。把他给我叫出来啊。是。苏三走动啊！哭啊！
调苏三复审，你这冤枉官司有了出头之日了，这岂不是一喜呢？不知妻在哪里？省城太原。何人的长街？不才就是老伯我的长街啦。日次请老伯稍等片时，待我收拾收拾也好赶路。对了，你收拾收拾，我也跪着跪着，快着点啊。
好了。来来来，把这个行家带上点啊。怎么还要带至新家吗？朝廷的王法哪有不带的呢？来来来，带上带上。伙计，慢着点儿，是吧？Thank you.
是主告天地呀、啊、还是哀求盘缠呢、啊、一不直告天地，二不哀求盘缠。那么你祈求何意呢？请老伯问问又往南京去的不要。上南京的干什么呀？与我那三郎带上一信，就是苏三、哎、怎么着去了绝了。有的他都到了这步田地了，还惦记他那郎呢。孩子心眼不错，给他问问。我说店里掌柜的请了。做什么？有上南京的没有啊？上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。如今呢就剩下上热猴八沟喇嘛庙拉乐头的了。哎，老贾老贾，您瞧瞧都出了口了。苏三呐、啊、问来了，上南京的前三天都走了。是今呢？如今呐、啊，经商街上热和八哥喇嘛庙拉骆驼的啦。我苏三好命苦啊！得了得了，别难受了，半道上人多，咱们再打听啊。连我这空心人走道啊还经出汗呢，何况你一个女流之辈还扛着这么重的家了。干脆这么办，咱们把家卸下来溜溜大大往前走，等离省城不远咱们再带上进城，你看好不好呢？莫赖莫赖，此乃是朝廷王法，也能取得。哎呦的，他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傻孩子，在城里头听他们的，这出了城了可就得听我的了，这就叫瞒上不瞒下。来来来，趁着没人咱们去掉了。日次多谢老伯、哎、来来来，去掉了去掉了。日次看来老本你倒是个好人嘛。嘿，好人怎么的？不单你说我是好人，可这洪洞县都说我是好人。好人不是，连个儿子都没有。怎么这样的好人连个儿子都有吗？不但没儿子，还有一样别扭呢，我把个孙子也给耽误了。齐小丽，好说好说。
好笑的。啊，老伯，若不嫌弃，我情愿拜在老伯名下，作为民林一女，不知老伯意下如何？那可不成，没那个规矩啊。你的亲上受女儿一拜。不成，哎呦，不成，不成，哎呦，别办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呀呀呀！您瞧，老了老了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又收了这么个干闺女。哎呦，您瞧，哎，她这个五官相貌够多体面呢，真是啊，眉清目秀，粉面桃腮，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这样的品貌，将来一定是有造化的了。哎。得，穷干爹没落子，这我拿什么当见面礼儿呢？这，得嘞，我呀就拿他遮遮羞脸儿吧。哎，我说苏三呐，我这有根棍儿，全当咱们爷儿俩的见面礼儿了。你拄着他走，这三条腿儿且比两条腿儿省劲儿多。日次。你我妇女慢慢地走嘛，站住嘞！
成人绝不该卖女儿为娼，话
虽如此，可别埋怨你父母。但是这个娼妓呀，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的，但是我听人说过呀，这是列国齐桓公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用管仲为相，是他兴的这个客气路妓，设立了300处约户，专举你们这个美貌的年轻女子，日施胭脂花粉，招待各国商贾，得千钞，满归齐桓公所有，就为他复国，不管妇女们的痛楚。从那时到而今，这几千年来，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的良家妇女呀、啊！要恨呐、啊，你就恨他，这个臭根是他留下的，埋怨你父母可干什么呢？咱们呀，不说这个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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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就算你没良心了，想那沈大官人花了那么些个银子钱替你赎身出妓为良是件好事，你怎么倒埋怨起人家来了呢？哎，按说那个沈彦霖他也是不对呀、啊、他跟屁吃过得好好的，丑不冷的又把你弄在家去了，一夫二妻又都是这个岁数，在你的屋子里头日子长，他的屋子里头日子短，这天长日久哪儿能够不吵？这也是沈彦霖有俩糟钱儿，买了个家宅不安，自找其祸。嘿嘿，走吧，走吧。此夫君，傻孩子，你错了。皮氏这碗毒药面本来是要害你一死啊，没想到叫你倒霉的沈彦霖他替你吃了，当时呜呼哀哉，才闹出这么大的事来。哎，这可是个警示文啊！所以说呢，这夫妻间的事情一定要商量好了，如若不然，可真有这性命之忧啊！嘿，走吧。
个使唤丫头，你埋怨她可干什么呢？她是皮氏花银子钱买回来的，皮氏叫她往东，她不敢往西；叫她打狗，她不敢骂鸡。俗话说得好，爱金似金，是爱玉似玉。她爱着皮氏那样的，能消得出好来吗？她跟那个赵建设也是这么乱七八，不，这不说这个了，走吧，走吧。贪赃，你也不打听打听王县令那个官儿他是怎么来的？那也是范本范粒儿拿银子钱运动来的。他今儿不贪，明儿不贪，那他那本儿今儿才能赚回来，不是吗？俗话说得好，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无情你拿钱来，那个黑幕啊大了去了，你管得了吗？不说这个了，走吧，走吧。三班不应该分散赃银，听我告诉你说，大堂不种高粱，二堂不种黑豆，这衙役三班不吃你们这打官司的，他吃谁去呀？就拿你这档子事来说，甭提他们，就连我还闹了双鞋穿呢，你说这个都没有用，我可不爱听这个。行家我拿着，我的棍儿你拄着，说来说去洪洞县都没好人了，不用说连我也在其内呀。不是好人呐，咱们不办好事。来来来，把这个给我带上，带上。
说苏三呐、啊，可真有你的啊，气能把我给气死。可是这一哄呢，拿他那小手一糊了我这老胸脯，我这气呀全都跑了。真格的了，这儿离省城不远了，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。咱们把它藏在行家之内，少时见了都天大人，必然当堂劈头开家。哎，这可就递上去了。知此甚好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来来来，带上带上。
论皇亲国戚，哪怕毫不三公，皇子犯法是民朋，小可屡挑难穷。本院王金龙，龙胜安亲访八府巡案，奉命巡查山西，昨日在洪洞下马，查得旧案之中内有谋事亲夫一案，不知苏三因何牵连在内，为此将一干人犯提到太原府审，稍事升堂就先审此案，正是一朝圣荣耀难忘旧恩情。东壁土师傅，西院莫翰林，来此一事，门上哪位听事？做什么的？烦恼通禀，不按二位大人求见。侯主，其大人不按二位大人求见，有请，有请，有请二位大人。
堂报常在高伯姬。常在参见三位大人，公文呈上。公文一句，当堂持奉听天。是。常家一民崇公道。有。胡家一民崇公道。常家是你，胡家又是你，一人担当而已，分明是一刁。不听刘大人用心，吃下去一大天啊。小人有下情，未曾禀明，有话朝上回。是，小人好比大人胯下之驹，扬鞭就走了将机之。公文上有小人民心，方敢应声；无有小人民心，不敢应声。此事乃洪同县之过，与小人无干，望大人相起。常家与回民齐心苦绵绵，待反复。是。反复走动，
府，为何不抬起头来？有罪不敢抬头。恕你无罪。谢大人。凡夫可有诉状？有诉状。臣知无。本院问你，可有诉状？应道有。要你臣有甚乎？是乎？冤故，请刘大人用刑杖罪。
苏三，你为我考臣与他春呐、啊。请刘大人用刑。大刘看呐。Oh,
问你这院中高情之事啊。大人，哎，谋事千夫言要深，这院中高情之事呢也要问呐。有道是树从根绝起，是水从源直流。啊，日四十来深得的，深得的啊，稳得的，稳得的，日四深哪，深哪啊，稳哪，稳哪啊啊，这知
笑。是神哪神哪，哎，问哪、哎、问哪啊啊，这这you
好友一笔呀，笔数何来？黄伯属下赴庙请，此话怎讲？苦中而去了。苦中而去了。二位大人，大人，我把他二人也好友一笔呀，笔数何来？望向台上侧目在，此话怎讲？临死他也忘不了探花呀。讲
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35,000两银子，为何路过拐带儿子？并非公子拐带，乃凡夫所赠。你赠他多少？何夜之间有无天平等臣用手一用？不过是300余里。哎呀，贤侄，那日回到殿中用天平一对，真是300余两。此时不认，等待何时？与堂出入呢？好，大人，枉花三年容他自己招人了吧？哎呀，我的旧病又发作了。此案呢，二位大人，待审了吧？司礼等待审，大坐相前。将状纸上面的亲友一一速来，大人也好开脱于你。如若不然，你来看，王大人的病哪又发作了？二位大人有病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将苏三案拨在大人台前审问，必须量刑一二，少不得要按驴条而断。但凭与你杨门，那王金龙与那苏三在堂上言来语去，其中定有隐情。今晚他必到天中探望苏三，我自有道理。来，有大刀剑法是。门上有人吗？来了来了，有人来探监，多跟他要钱。哎呀，可是作贱的吧？本是在此。上次早了，哎呦，哎呀，参见大人。罢了，今晚若有人来探望苏三，只管容他相见。哎，是啊，你还要与他多要银钱。哎呦，大人可不敢。不妨有本事与你担待。那多谢大人。待我闪躲一旁。跟你要点欧元呢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进来，快进来啊！别让着，别让着，三七在哪里？让什么呀？直说别让着，你打这儿火车站呢，等着。苏三走动啊！
干什么爱干什么干什么得了。前面装起风
来，你快着点啊，快点走，快。叫他指定无杀，是断送无收。来，有打倒潘夫。是。本场哪位在？做什么的？刘大人求见。候着，有请大人。刘大人求见。什么之意？大人之意。大人，大人到此必有所为。那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按，竟敢私自前来探监，特来与大人商议参他一问呢？你我同朝为官，何必如此？那苏三罪本冤枉，不日成全他们，岂不是好？怎么，成全的好？成全的好。哎呀，只是方才得罪于他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这有何难？你我国父配个小姐也就是了。好好好，全场大人，打倒茶园。本上哪位听事？做什么的？二位大人求见。坐，有请大人。二位大人求见，是我迟疑。大人迟疑。啊，大人，啊，大人，实罪，哎呀，乃是本院的不好，只想赔礼。哎呀，岂敢啊，大人，如今苏三冤枉一命，大人就该亲自发落的才是，你我一同发落上堂。
请刘大人发落吧。好，如此卑职都担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阿苏三，如今你替冤枉一命，堂堂此你插花配红。Thank you.
来了，我们何时来了啊？哦，何时来了？何时来了？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站起来，还要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好好好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你们吃去吧。啊，三姐，你我受了千辛万苦，不想今日团圆了。是啊，你我官忙了一别，不想也有今日。官忙了，哎呀，提起官忙了之事，叫我好笑于你。小智何来？在官忙了内，你见了周仓老爷的神像，吓得你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不来是你，你反来是我。你到下官何来呢？那日在官忙庙懂得你一世之言啊。二位大人，还未曾走去呀、啊！听说大人大哆嗦、啊，我们前来送被窝。吃笑了，明日再见吧。